经现场勘查，路线20米，发现后夹挂链跟螺丝松动的情形，现场已完成封锁跟断链，但是后续各单位的维修中有可能进入，所以两端需派瞭望，并且月台上已经到了115公分，上下月台请小心，工作也请注意安全。以上。发现 C2 主阵线板式轨道扣夹断裂及螺帽松脱约20公尺，立即指派监工及所属员工携带抢修器材、机具等设备赶赴事故现场进行抢修。为了使现场的嘉宾及委员能够更清楚公布抢修内容，我们请公务指挥进行抢修说明。各位长官、各位嘉宾，首先为各位介绍高雄站 C2 主阵线。为板式轨道，钢轨种类为60公斤钢轨，板式轨道为直接式板式轨道。现场列车出轨，造成路线20米的扣夹断裂，还有螺丝松脱。整个抢修分为两组，首先是扣夹组进行扣夹的巡检，包括检查是否扣夹有松脱断裂，检查离合圈座还有橡胶垫是否有破损，一并办理复旧及更新的作业。后续第二组为螺栓拧紧组，因为螺栓松脱会怕轨道参数产生变化，所以搭配一个检测人员将轨道参数进行检测无误以后，再进行螺栓拧紧的作业。传统的螺栓拧紧器一般在大班徒步巡查的时候，是利用手工具扳手。管制作业因应抢修能及时完成，所以采用单机负动力的拧紧机进行拧紧作业。针对轨道事故率高低发生。